实话，我在唱那个最后那一段歌词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度就是快要哽咽。很谢谢蓝屿这个地方，就是每个人的加油热情。对，谢谢蓝屿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热熔胶，就是那个老师打学生那个热熔胶。我给你装一个，好，你给我装。都在泳衣，我有带泳衣啊，在书包里面。你小心点，你被水母咬会小呢。里面有水母。最后那一段歌词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度就是快要哽咽。这次我踏上来这个土地之后，很谢谢蓝屿这个地方，就是每个人的加油热情。对，谢谢蓝屿。